10:25。你为什么不让我拍一下？你拍一下，我这个字那么小，你根本看不到啊！你应该在那个大画面的时候让我拍一下。哪里？缆车？没看到缆车、啊。我没看到缆车啊。那边。那一个是缆车站，小房子。是吗？是。我看到够多卡累了。哪里？那么快？这车真的很大哎、欸！不在东莞，我不在东莞啊！你看它广告那样大，我以为在东莞。我觉得好像在我们西莞、欸。对啊，好像是。我这边看不到西莞，我只知道。好，我看一下相对位置，搞不清楚。Google Map 在这时候就实在是搞不清楚。西莞好像有看到广告，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楚还是怎么关。好像在那个啦。刚刚那个缆车站下面，对不对？那个刚刚那个小缆车站的上面。嗯。也不是啊，好像南莞又、啊。就我只有相对位置可以看，我真的搞不清楚。为什么不去王子的官网看 ？Restaurant 就应该可以了。我看店。第一拱多拉城场南馆，那就啊，有没有第一？那就是东莞。就刚刚我就说，他牌子写一楼。城场苏丹苏塔金，就是那里一楼。我们就在一楼，还是那个的二楼？我们刚刚是上二楼的样子。哦，好，那就是那里。好啊，吃这个。啊，不想吃拉面，昨天吃过拉面。咖喱是那一天吃牛肉的，有没有鸡肉咖喱啊？那要看他有没有卖。这个好看起来好斜啊！你从往后看，我们刚刚有滑这里吗？没有啊，这里没有学到。这里没有啊？那没有学到，看起来好陡哦。你看这个，我们刚没有这个图。我们刚刚就是沿路滑红线哦，黑的吧，这是黑的吧？那我们就没有去滑。Olympic 啊，这就是 Olympic 啊，是这里吗？我们还没到吧？我们的右手边是吗？我们你的右手，我的左手啊。对对对，对啊，就这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这看起来很陡，看起来超陡的。你有事吗？对，我是觉得。我今天就着重，刚就是这个啦。然后这半边你就叫我切回来了嘛，我们选边，我就去跑到松的，然后他刚绕一下就冲回来了。然后下来这边，我们就咚咚咚跑来了。嗯。我有带地图。嗯，其实这里几乎不用看。我刚刚说下来的。那我地图上可能就有写了、啊。这里啊，有另外一条红线。有另外一条红线可以切到这一个拱多了，对，这一个不是拱多了，这个是 lift， 然后这中间这两道我们都没滑过，虽然是绿线，所以我说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去做 lift， 然后滑一滑这两条绿线。对啊，拉面 corner 第二高速一节，然后第二高速二节是指居酒屋。第二拱多拉三路站96，对啊，第一拱多拉一节啊，高高卡的。
Olympic 也是很难的。3980/2950，好快。那个第五名的304好像就是我们没吃过，但是太贵了，不愧是高级的。每个线都要尝试，现在体力比较好，之后体力又更差，更不行。刚有摔一下下呢？刚摔一下下是绊到脚，不是没力的。看来你有消耗到力，是还好的，只是脚卡住的状态真的担不起啊。这里吗？这里也有一个牌子哎，你说拍照的牌子？对啊，就是 Okomi 啊。
要就现在，体力比较好，真的，我会想试啊。你想不想试？我不想，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做练习。你要做什么练习？当然是做重心练习啊。那所以，那你不想去，然后又说要练习，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用这种自己有信心的才可以做练习。啊，就是因为想要试，我只是喜欢把所有雪刀都要滑一遍。哦、啊，那去啊。那你可以跟我去吗？去啊，去啊。可以啊，对，要吗？啊，我下午就不会了，切切，要吗？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啊，帮你录起来算了。我看我下去是不是？那我要下去一点嘛，因为这边太平，然后看不到。还好嘛。怎么在缆车上看起来比较斜，实际还好哎、欸。从这里开始，然后我去那个红方方那边帮你。好。
你不要脱鞋啦。下半段再断导，然后我先下去帮你录啊。嗯，可以啊。好。对啊，这边这还好哎、欸。所以下面很恐怖，叫妈妈。那我先下去了。下去啊。
你弯得很低耶、欸。一点点累。我觉得还好啊。对啊，我看回去再看我姿势是难看还是怎样。就蹲很低、啊。对，你蹲很低。对啊，蹲很低、啊。超低。所以你会很费力、啊。不会耶、欸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在八方啊，硬的，然后也是抖的，跟烂圆滑。道路了，道路了。去玩那一趟啊，我就好了哎、欸。我不会玩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敢直接往下，我敢直接往下。你要表演跳跳吗？跳什么跳？跳跳。去换吗？还是你要在这里换？在这里换。好，那你就在旁边。这也是第三高速，所以应该也是快的。快的啊！后腰，后腰。手机刚没拉。哦，我刚滑下来之前有点，因为我发现我也没拉。应该也是帮你拍完照后没拉的、啊，那时候已经缓了。你要你可以换吗？可以，插进去就好。这个就比较好插。我的还要弄电池。啊，开机啊！10:50，这里啊有两条路没滑过，一左一右，所以坐两次。对，坐两次。哎、欸，不是一左一右，其中一个回不了。哼。会吗？
上上。有吗？又叫了。为什么？这刚不是路嘛，是它怎么了？我把电拔下来再插上去，然后看它红灯会不会亮。该不会它说它没电了？红灯没亮。我现在拔下来，再插上去。没有反应。我这边该不会没有插？有插啊。哎，现在有亮红灯。我按一下开关才有，所以它一个上午都没有电。好了，边充边录，我再打开。对此。现在有闪吗？有。10:51。所以刚不是卡没了？对。那这样卡够吗？也 OK 啊，我还多，还有很多卡。但是它的一左一右好像其中一条线回不来，结果又变成要坐广州佬去山顶，第二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就这几条吗？对啊，也没差，无论如何都滑得回来。哎，为什么刚好 Olympic 在车上看那么陡，这样看现在滑还好？因为有那些雪，我们不会怕。如果刚刚一模一样的斜面换成 Giant 的冰块，你还能滑那么轻松吗？应该是不行，会怕。对啊，这里又有像蓝沙发的东西，还是那其实是隧道？隧道有点大，那是车子的路吗？等一下上去就知道了。有像吗？还是人的路，滑雪的路，但是没有人滑，没有车也没有人。哎呀，就这样，废弃的路。没有路啊！然后出来了，预报的偶尔晴天这样。就这个嘛 ，Olympic 就这个。从这个角度看没那么陡，从那个缆车看比较陡。其实这种坡道也只有上午才能试，下午就会开始变冰冰的这样。雪块一直掉下来，外面风好像很大，幸好有罩，不然可能头会冷。对啊，现在不会冷了，不错，有罩子不错。哇，他怎么决定什么车要有罩子，什么车不用有罩子？有罩子的风阻会不会更大？他这两边有树林保护，他就用罩子。但是我们第二高速有树林啊。摸一下。应该在里面啊。应该。刚刚有摸啊，只是刚突然摸不到。新手套漂亮吧？很漂亮吧？我的花色比你好看，你的那没剩什么花色，没得挑。这个我觉得也不错看啊。对啊。我觉得不错看。我的比较漂亮吧？我觉得不错看啊，男生的审美观。一左一右，左是这个，右是这个，都接回来。这对我们来讲都是自由滑行，都很好啊。那先滑左边，再滑右边。你可以滑这边，这松松的。你说还劲松的那边哦？那就等于是要练小转了，我还没有到那么厉害。我们先滑右边好了。Evan Green 的私人教练一天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。
一人大概要加8000到10000，那私人教练通常就4人以下，他要一样的收入的话，我猜就要交3-4万之类的。但是我们就想要给薛里教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钱省着给薛里教。有个绝招就是你报团体课，在人超，在你预计人会超少的那一天，啊，很难啊，根本没有办法知道。嗯，这种事。好像右边过不去吧？右边都是草，只有左边，只有左边，右边被封起来，因为都是草。哎、欸，有路啦？没有路吧？有路吗？有路啦，有，但是都是草哎、欸。你要滑草吗？你要试试看吗？不是，那是黑的哎、欸。哦，那不要。可以看到那个，看到什么？那 middle course 是什么？哦，就是都没有压雪的啦。右边回不来，右边。那就那没有穿啊。我要退一次啊。那就你刚刚说回不来，也不是回不来。没有，是这里回不来。那不要转弯呐。好。我说那个哎、欸。Family， 小屋、啊、我也滑过了。嗯，那这次你试着跟拍我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我试着啊。
下一个换我跟胖你。好、啊。要吗？其实刚那滑，我不知道我走的是绿线左边还是绿线右边。嗯。我也没看到他。我就有看到去第二拱多了。对，我也有看到那个，我没看到另外一个。
树叶。那是现在怎么滑？一样。是没有。我跟着你路啊。不知道我要哪一边。不知道往哪边，反正两边都差不多，都会回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刚，我也不懂。再看一次地图。最起码我们刚都有看到往右的那个路，对不对？就去第二个沟了。对对对对。嗯、所以等一下看地图就知道有往右那条路的红线是哪一条。我觉得那边好像已经也没有什么雪了，只有上面有点树叶。然后下面就变得跟红线一样，还是说既然它那么短，你要练习松雪？走啊，走啊，就只是这样子啊，而且不是很陡啊。然后我们走这条吧。那就你先走。那你的路道我们就很丑。不会丑啊。很丑啊。往第二拱多拉的路，我们是走这边。我们是哪里要切过去？不懂。我们尽量去看那条黑线，就是往左转，对不对？好，可能就要左转。对啊，马上左转。好，走了吗？走，我跟你。
一开始滑得乱七八糟的。是哦。你没有觉得吗？我没注意到，我就一直跟着路啊。好，所以要滑黑的了。是啊。这样好像很快，啊、好像很快就上去了。是啊是啊，而且那黑的超短。去拱多兰那里停好板子吃饭，对不对？嗯，就休息了，那么快？十一点半刚好、啊。那么快？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。那么久？没有嘛，就都可以了，预定。可以再滑一次奥林匹克再休息。再做一次高的缆车，太贪心了，真的。因为刚上厕所，跑去上厕所也拖很久了，早上没滑几趟的感觉，不会吗？我觉得我有充分的运动到啊。现在冰的也经历过，松松的也经历过了。冰面就是很难，我们的那个 edge 很难切进去，就有点站不稳的感觉。嗯，你是这样觉得吗？是啊，卡不进去，然后声音很可怕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被那个声音吓怕了。就是撑住啊，顶住，没事，继续往下。Giant 跳的哦，厉害哦！我看我的影片，整个人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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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一路跳跳跳跳过去的。你没有觉得吗？嗯，滑一次就好了。那种我就会说，像这个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练胆量加，因为紧张的也要把动作做好。嗯，所以我就觉得练这个也不错。现在的大腿的下面已经有点酸了，我现在在用椅子压它，所以我知道该休息啊，还是对，该休息。哦，休息。可能我用的肌肉比你多。我在练，所以你看我平平的直往下，我在你后面一直在做小 S。不是啊，我做我就会停下来。我刚刚来的时候我有做。对对对。我在那试我的那个一点点在里面拖动脚。那我发现我停下来了，所以我发现你在平的地方，你大概是稍微内八，所以你也有阻力。那我如果不做那个小 S 的话，那我也得刹车，所以我就趁机练那个小小的这样子扭啊扭。啊，我就耗了一点力气，不能弄啊，我弄了就更慢了，就到不了缆车了、我就只能直的啦。这罩子还蛮有用的。头顶不冷在发热。头顶在发热，有吗？有，我觉得这个切左边跟切右边根本就差不多，刚
感觉不出景色的差别，他以为滑的是一样的。超级小黑线，我觉得如果雪下到很大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玩一下。下次，就是要练滑霜雪的话，这里可能以视觉效果来讲，是一个合适的地方，不会太吓人。然后可能可以试着顶住的那种真正的霜雪滑法，身体要稍微往后顶住，直直往下滑，然后滑。今天可能不行，今天就正常滑滑就下，因为雪不多。这应该指向是红线吧。边有草，鸟，我看到鸟，那是乌鸦吧？树、哦、上这里，好不容易看到动物，那就是一只乌鸦。对，有没有？它不是，它跳跳哎、欸，它感觉跳得蛮轻巧的。一下，膝盖现在挂着雪具也不会痛了，以前会痛哎、欸，从那时候开始治疗前挂着就痛哎、欸，很惨，现在是不会痛了。因为我膝盖真的快要完全好了，快要，一点剩一点点。好像路有点小，走啊，你的杖不要绊我。是刹不了车的感觉啊。然后发现这个比 Olympic 还难，有可能。看它多松哎、欸！你要去哪里啦？啊，在这里啦。要我下去帮你录吗？一定很吵。就是常常起这样。
哎呀！喊进一堆，然后就抖了，又滚下去。现在又出不到来了，再后退这样。啊？你现在会不会又出不来了？不会不会。那里很暖，你要那里转弯，你大概就要倒进去。不会啊。我说真的，不信邪。不会，我刚是整个那个一堆太高，我过不去，然后就整个就倒。好，那就去购物车里。啊！真的真的，我在开哦，会有人帮我嗨一嗨啊！没有啦，你让我站你最后。好啊。没东西，你把后面外套拉下来，到屁股。很好笑哎、欸！对啊，录到了吗？有啊，很好笑。嗯、好啊，下面还有一小段。人家说会看到我翻滚吧？因为就不见得会跟别人同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卡到。哎呦喂啊！
我们今天回家一定也要见。后面还有，脚扣板拉起来一点点。好的。啊，另外一个扣脚，藏在里面是怎样？我也是吧。嗯。那我关了哦。